不止妈妈提醒偏方，孩子差点小命不保，像是偏压流这样子，然后手脚就抽搐，明天带去庙里就好。后来才发现他其实是脑袋里面呢、啊、有长了一个结节，根本就是生病了，他就是一个生病的孩子。对，担心自己的小孩就是长不高，请人来家里把他的女儿的脚打断、啊，小孩一定会尖叫嘛。这妈妈也太极端了。今天晚间九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《妈妈好神经》，熟女家务事。